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昨天给大家爆料了第九期荣耀勋章 A 车的特性，那么这期呢，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第九期荣耀勋章 A 车四火的模型实战展示啊。那昨天说了啊，四火的特性是跟指挥官很相似的啊，所以呢，为了提升大家的观看效果，我还把这个指挥官的性能植入到了四火的模型里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可以提前了解到这个四火差不多的性能了哈。然后四火这个外形的话，风格也是有点跟裁决者类似，有木有啊？只能说不愧是假期勋章车啊，颜值是真的帅啊。那这把的话，这个跑法很多地方都没有卡戏啊，四火到时候呢也是可以完成这样的跑法的。就比如说这里，哎，我直接落地不卡气 ，C 大路喷，然后这里小砍一下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一个进阶依旧是可以 C 大路大路出弯，所以说这就是四火的优势，这就是挤满氮气生成氮气之后立刻减气的优势啊。那对于这种车的话，我只能说体验过后就会爱不释手啊，特别是实战的时候作用很大哈。所以说十几二十块钱这期我认为还是花的比较值的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可以关注点赞转发一下。